个六亲不认的步伐看看。不是六亲不认，是这个面包车，我发现心里面的作用感觉就是门都比别的车都哐哐，哪里都能下来人一样那种感觉。我找不到你。哎呦我天！耶不耶？肯定耶啊！走，先你那个按不动，你按不动，按不动的，说的好像谁没有似的。是那个先。带他去吃一个那个螺蛳粉啊，然后就被人打那个眼睛黑出来。我们要离他远一点。那我们就老实一点喽，对不对？我们老实一点走路喽。最大的螺蛳粉，吃不吃辣椒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好猛啊！你然后呢？吃不吃辣椒？吃，吃辣椒。老白。螺蛳粉的标配给它上齐了啊！有朋自远方来，螺蛳粉必不能少，加猪脚。不是，不要加那个，我加那个什么？是吧？它那个瓶装的呢，在这里。这个这里面的螺蛳粉有很多的，那一些你看那些配菜，啊，有蛋，有肉，本地特色，有猪脚，有鸭脚。你要加什么吗？你要哪种鸭脚、猪脚？鸭，哪种好吃点？其实鸭腿好像没有了，鸭腿什么都来一点呗，随便来一点啊，什么都来一点。为什么我的这么大呢？那你把猪脚放在这里就没有了。早点说嘛，你要吃猪脚。再来猪脚是吧？芹菜不好吃，你要减肥啦。你看我跟樱花道两个瘦了哪里啊？我是一下子就瘦了。是吧？哦，这样分量瞬间少了一点点。这个你就不要老打我猪脚的主意。买这里面这个咱们的本地的螺蛳粉，本地特色，非常好吃。里面有这个什么？不过今天晚上瘦肉猪肚，这个猪脚，还有那个腐竹花生木耳，酸笋酸豆角，芹菜，多少钱一份？16块钱一份，我们三个人的。对啊，好贵啊，是不贵？不贵。先吃一下，好，这味道不错。大锅热一杯呀！你瘦了。这次应该我们唱你，你来个突然之间是不是？来个屌丝表情。你看他这个蛤蟆镜好帅啊！你儿子啊？我们两个，我这应该是吃的，哎呀，还10块钱，不容易啊！给我啦，过路费。其实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味道怎样？就是分量太大了，是吧？是，分量大了。哎，不要这个，不是，主要是因为你吃的早餐，因为现在都3点了嘛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顿呢，也是我的第一顿吗？也是你的第一顿的，我吃了2口粉，贵的米粉吗？那你还吃了米粉呢？现在吃了2口。现在3:15。你们这样不行啊，真的不行，不累死。我早上6点给你发信息，我好怕你来，所以我就我理解了，所以说我说下午2点就可以。对，晚上要加班吗？没事，我看你们加班，我看一下你们。行，好，咱们这个扣不上这衣服，明天把它剪了，真的。咱们今天吃螺蛳粉这个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觉得跟我卖的还是没有我卖的那个好吃，真的，确实蛮好吃的，这个也好吃，但是我现在很饱，真的。行，我们现在出去买菜，等一下大家晚上吃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搞得太大了。没事，萝卜、白菜、还有豆腐，啊，对，就这么干了。好了，就这么干，买菜，拜拜。现在吃的。